跌撞撞，人间一趟难免会沮丧，就当疼痛都是假象。喊黑就狂奔去远方，斩掉那些无聊的伪装，去把每一种希望都绽放。让让林哥也曾在黑夜中彷徨，也曾被轻易的遗忘。你耍诈吧，你另外一个手也有一枚硬币。什么呀，我没有。你可不要诬陷好人啊。一定有，拿来我看看。看就看。这个手呢？嗯，喝药。在后面的吧。什么呀，没有。我看看。没有，没有。让我看看。没有，你传来。让我看看。没有，没有。确实没有。对不起，我说了。每天都要给我来这么一出，我可吃不消。得想想办法。我知道了，我明天罚你吧。嗯。What？ 嗯，没事儿。路边有只哈士奇，吓我一跳。行，明天再说吧。来，您这儿干嘛呢？我是哈士奇啊。你自己看看，像不像哈士奇？等谁呢？我车没电了。啊、哦，打车呀。哎，不是，你看呀，这高峰期两小时呢。我说老板，下班以后的事就不要和我说了，我也不想和你这朋友。娘娘，不是，那我打李显电话他又不接，那我又不想回去的了。酒店离地铁站又远，我只能在这等了。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想回去啊？我姐说是不在我那儿，那谁知道她是不是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的？那万一我一回去之后啊，她一个劲的打我、骂我、蹂躏我、鞭策我，不愧是我，哼，我可不能那么早回去。我不是怕啊，我就是谨慎。行吧。
看在你我都讨厌你姐的份上，烧你一段吧。开始年的就好，来来来，请。请投，请投，请。得嘞。哎，娘娘，有没有充电线什么的？我手机都没电了。这不是姐夫吗？说什么？准姐夫。有什么不对吗？全都不对。你晚上别回去了，把事情都给我说清楚。别回去了，不好吧？你喝了，委屈的。妈妈最好了。好了好了，来，给妈妈学一个小金鱼吐泡泡。好了，那我们做游戏好不好？做一个你没玩过的游戏，我想想啊，等着。这是我的愿望宝盒，只有实现了我的一个愿望，或者是你帮我实现一个愿望，这里面的东西才能打开。这里面全部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啊。那你快学，你姐要开宝盒。1 2 3，这里面有很多数字你知道吗？我许什么愿望啊？妈妈快许愿，李浅要开宝盒。那妈妈就许一个，李浅快一点把药喝了，病早一点好。算了，既然你那么不喜欢，我也就别许。你要许喝吗？你真的要许？你真的吗？我也要喝。好了好了，快选吧，要选哪一号？7号。当当当，可乐可乐。妈，借你的法宝一用。林老师，等一下。这次猜我的。今天不玩游戏，你要是喝了药呢，我就送你一个小礼物。那你别骗我啊。礼物呢？礼物呢？在这里。什么礼物？哎，不许看，我给你拿。鉴于今天您成名先生不顾辛苦主动喝药的优秀表现，特奖励李浅精选的奶糖一枚。当当，谢谢。不客气。这里面还有什么呀？不许看。你给我看看。不许看。哎，好，我把糖吃了好不好？这个盒子呢，以后你每天喝了药就可以打开一个小格子，我放了很多不一样的礼物，但是你不许作弊，不许提前打开。我知道了。你就是为了给我做这个才没怎么睡觉的，我又不是小孩子。
哦，那我去上班了。哎，你等一下，你想吃什么给我发信息，路上小心，注意安全。嗯，我走了。文件忘带了。李浅，李浅，李浅，李，放心，联系新投资人，保证没问题。你在办公室吗？要不？怎么样，西北今天还没有联系上吗？联络上了，说是昨天发烧一整天，今天会来公司。别动，我不喜欢有人靠我太近啊，你就在你的圈里待着。你是宁总的弟弟卢凡毅对吧？表弟。我哥为什么会把一个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你这么蠢的人？哎呀，太亲切了，果然是宁总的表弟。哎，不过你怎么来找我了？我也没办法呀，就你找过来这速度，我都要石化了。嗯，那怎么会？哎，那个门口，你去哪？啊？我不喜欢见人。我不是人吗？回沙发那儿去。哦。开工了，准备付款吧。你有宁总的消息了？没有。那你在信息量上和我也没有什么区别啊。区别就在于，我马上就能知道了。哎，这个不是那个，你怎么出卷了？钱呢？哎呀，给我来杯美式。哦。有心事啊，哈欠连天的。昨晚没睡觉啊？陈哥是不是有未婚妻了？我哥？不知道，没听说过。没听说过？那就是没有。我没事了。干嘛呢你？你这脸色怎么这么差呀？蜡黄蜡黄的。真的假的呀？我就是最近没好好护肤，但没关系。我带了优力士光感提亮原液，急救一下分分钟白回来。嗯，那今天还是要辛苦你了。关顶那个曹总把合同又打回来了，我看了一眼，细节多的发质，我眼睛都要炸了。行，放着我来。嗯，交给你了。哦，岳欣婷，您碰的干什么？这不就是那个跳槽去关顶，然后挪用设计图，还倒打一耙的林彤吗？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玉清清，我被关顶辞退了，你回了我就满意了啊？我回你？麻烦你出去打听打听，什么叫做职务侵占罪？
别逼我告你行吗？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聪明，成天用一张职场精英的嘴脸来俯视我这样的普通员工？你到底算个什么东西？你我什么都不算，我只是一个尽心尽职的法务，不像某些人本事不多，毛病不少，啊，自己能力不行就敢抱怨社会啊！你还不敢抱怨社会，你只会抱怨我。哎，你咋呀我？冷冰冰，我还能是一个老实人？他们欺负我，老实人？你还算老实人？所以你觉得将二组的设计稿带走，给毫不知情的关宁使用，是天经地义、替天行道、捍卫自己的正义了？老实人，你可真牛啊！一石二鸟，毁了两家公司的权益，你真棒，老实人。我在恒星的时候一直很努力，可是你们是怎么对我的？绩效绩效给我最差，奖金奖金给我最低。我把设计拿到关顶，他们很欣赏我，我终于努力了打开自己事业的一扇门，可你们就再次关上了这扇门。你们凭什么？你们爱世人，你放开我。我说的真好，去跟法官说。你给我等着！你们都给我等着！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你放开我！我这里恢复一下，都散了散了，恢复了。没羞辱够，还要追出来羞辱我？林彤，有几件事情我必须要澄清。首先，设计二组从未故意刁难你。你在实习期间工作效率差，任务完成不了，是徐总监一直坚持打包票，说你认真努力，坚持要替你转正。其次，于律师也没有针对你，反而考虑到对你职业生涯的影响，他花了很多力气去促成调解，以减少对你的伤害。假仁假义，话都由你们说尽了。最后，请你记住，绩效差就是会被扣奖金，犯错误就是会被惩罚，这些都是职场通识。觉得自己只要认真努力了，就能获得掌声和鼓励，那些是安慰孩子的童话。你，与其花时间怀疑别人挤兑你，倒不如好好反思一下。该怎么感谢那些被你拖了后腿还不放弃你的同事？毕竟，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来等待和帮助你的人，才是真正的老实人。而你，抱着自卑的心态追求的公平，无非就是那些与你实力不对等的利益罢了。你不过，就是想用上位者的姿态来教育我罢了。上位者。随你怎么想，那就祝你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获得独立自主的胜利。你怎么来了？没事吧？没事，不行，还是要消毒的，不然的话容易发炎。疼吗？没事，我轻一点。哎，好了好了，我没事了。对了，你怎么会来呢？啊，你文件夹忘带了，我想给你送过来的，结果就看到。谢谢啊。到底怎么了？我记得茨威格曾经说过，
世界上最恶劣的坏事，并不是由邪恶和残暴所造成，却总是因为软弱而产生。可是，哪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你跟他说这些，是想帮他吗？我哪有资格帮他呀？我都自顾不暇了。我只是觉得，人这种生物，多以自利行为驱动，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大家往往都不能感同身受。又有多少人会因为别人真心实意的提醒，就改过自新呢？如果真有这种自觉的话，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步了。你是对的，你不可能改变他的。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人，哪怕是别人讨厌他，他也会坦率地表达正确的想法，所以是他让我成为了更好的我。你说的这个人我认识吗？你会记起来的。你爆炸一下。不行，再这样下去就要犯错误了。还有一下啊。好了。我扶你起来吧。抱一下。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这个信，你自己看看。哦，这没事吧？一看什么没事？都快抱一块了，还没事？林俊，那个关顶是不是要找你们投资啊？啊，是的，父亲。我明白了，他们是想曲线救国，先从我女儿身上下手。这是要勾引的，你就给我安排一下，我要当面会会那小子。别了，爸爸。什么别了？去。你什么时候？该看的不该看的全看到了。什么该不该？他来给我送东西而已。哼，可别怪姐们我没提醒你啊。这种偶然发生的失忆，医学上已经证明了是有很大几率会恢复的。到时候他想起了一切，怎么啦？你放心，我又没当真。你是没当真，他到时候找你算账啊！切，懒得跟你说。人工说视频恢复了，走，看过去。这个案子其实就是没那么复杂，就说清楚就行，能理解，能理解。要不咱碰一下，周四，行，那咱不见不散啊。怎么了，曹总？来接我工啊？我听说你在接触故事啊。对啊，故事也算是省里想转型的老企业了，根基和现金流都是非常雄厚的。怎么有问题吗？我请问你，马总，那你知不知道故事和丽蓉什么关系啊？你那点小把戏，糊弄几个钱圈的小辈还行，你碰上丽蓉、李静凡这种老手，我认为顾兰这条线必须放弃。放弃？
你这个时候劝我放弃，你还不如直接劝我自首得了。朱董那边我已经公关好了，所有的事儿箭在弦上，不可回头了。而且曹梅，我告诉你，这家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他宁成明一个人的。可是如果没有他，你又能做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说，没有了宁成明，我马浩就一事无成了？我是想说，你想做坏事，又没本事的样子，真像个小丑。不但不散，而且还永远也回不来。曹梅，我告诉你，我的事儿啊还轮不到你管。你呢，只需要在董事会决议之后继续扮演好失踪的宁成明的挚友以及他的前未婚妻的角色就好了。哦对了，是不是好多人还不知道你们解除婚约了是吧？那行，你可以继续扮演，好好的配合我，处理好他的身后事。这个理论呢，我记得在国际上也是处于前列的，我们国家刚刚接触这个东西，你的研究可以同他对比一下，啊，是，而且我觉得这两个论点结合起来的话，会有一些新的不同的概念。所以今后在这个方面啊，你要多研究研究。成明啊，无论看多少次，这都是肇事逃逸没错，但是你要怎么证明这是蓄谋而非偶然发生的肇事逃逸？光凭这个想在国内立案证据不足，这个东西要是早拿出来，都不用等宁成明记忆恢复，他现在就会找你算账，因为你现在诓他的理由根本不成立。宁成明失踪这事儿一定跟关鼎的高层脱不了干系。江超倒是偷偷给了我一份关鼎高层的人事资料，但是我还在研究。太慢了，我们得抓紧时间。哎，不是有几个同学在做猎头吗？然后再把那些涉足金融圈的同学以八卦的名义召集起来，懂了？今晚几点回家吃饭？我做了好吃的，放心，不是泡面。那您男朋友来查岗了？什么呀？今晚你自己吃吧，我还有事儿。你放心，我这距离绷着呢，没有爱情，没有，好，没有，没有，能这样？哎，你干嘛？这样，青青，亲一个吧。神经病、啊！李想，什么都没有看到。不
是你想的那么夸张，好不好？他就只是扶了我一下。啊，扶了一下？你那就是言情剧的演法。顾哲要知道，只会比现在更尴尬。切，这里疼吗？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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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吗？李浅虽然不太重要，但是我还是想请。不是你想的这样，那个什么，你听我解释，真的不是你想的，不是这样。不是，你要说什么呀？哎呀，哎，不是，这关顾彻什么事儿？员工的私生活，老板不得过问，这还是你告诉我的职场铁律呢。我不说了。就你这恋爱智商，还能把老狐狸骗得团团转？我看答案全靠蒙。所以说要赶紧帮我一起查清真相，把我从这种白烂言情剧里面解救出来呀！没办法。哎，我倒是想到一个人，跟他打听应该比较快。谁呀？我二哥。真哥。嗯。喂，二哥，我想跟你，你也有事要找我啊？七北，哎，我希望你最近去关山井 bug 附近2公里左右的超市去查一下，我好像看见他了。您看见谁了？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我想。在希望他活着这件事情上，我们两个应该是站在相同的立场的。虽然过往可能会是因为我渣的行为导致我跟李浅之间产生了边际效应递减，但是我已经连续表达歉意，并且执行了帕累托优化。按照信号传递理论，他应该也感受到我的努力了。是因为我表达了过多，产生了不完全信息博弈。江湖老师，我因为之前太渣，虽然道歉了，但他还是对我有些抗拒。请问，是不是因为我太主动，才造成了不完全信息博弈？你是谈恋爱还是写论文呢？去还是不去啊？你干嘛呢？怎么是你啊？啊！都这个点了，怎么不下班呀？李浅，干嘛去了？我们俩刚才没干嘛，他有喜欢的人的。他有喜欢，他有男朋友了。谢谢。说吧，什么事儿？丽蓉最近有没有关顶方面的融资意向啊？关顶？嗯，关顶不是那个宁成明的公司吗？是吧？对。他真失忆了。问点事儿呗。嗯。你跟他到底
什么关系啊？现在？这事儿吧，太复杂了，一时半会也真的说不清楚。丽琴，嗯，我是你哥，你是我妹，你让我做了什么事儿，我从来不找借口吧。想说什么，快点说。你是不是对我也该真诚点啊？我没让你干犯法的事儿啊。我又没说你犯法，那谁知道那宁成明干什么事儿了？你说他现在干点什么把你卷进去了？他失忆了，他说不清楚，你怎么办？我跟他的恋爱关系是假的呀，不是还是你报道的假吗？你忘了？是，但是呢，哥还是想以这过来人的身份提醒一句啊，假的假的，时间延久了，也就成真的了。像星光的孤寂，我的生命中最好的回忆，只因为拥抱你。所谓结局。